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第二品，分身集会品第二。这一品是本经正中分里面的第一品。第一品兜利天宫神通品呢，是本经的序分，即是一段引言前言。这一品开始呢是正式的内容。正中分里面是从第二品到第十品，末后是流通品，流通分包括第十一品至十三品。咁呢个分身集会品第二同前面嗰一品都系介绍话地藏菩萨嘅地藏菩萨是能化之主这一品的品题分身集会意思是很深的地藏菩萨他在十方无量的世界里面化身分身今次释迦牟尼佛在兜利天宫开地藏法会当然地藏菩萨一定要来参加地藏菩萨是从无量世界里面地狱处分身这些分身通通都集合到兜利天宫咁呢一个分身集会嘅表法嘅意思系讲到法身系一分身系无量法身同分身也系一。所以好似天上的月亮，月亮 天空里面有一个，但是你看到湖水里面平静的湖水里面呢，它影远月亮在一个小的清潭里面呢，你又看见潭水里面有月亮你拿个盆装点水出去放在那里一看，盆里面也是有月亮拿个杯，杯里面又是月亮所以月亮虽然是一个，但它的化身是无量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个分身这个化身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好比是化身，化身不动，但是分身无量所以地藏菩萨他的境界是什么呢他是一即无量无量即一这个是华严经所讲的无障碍的法界一多不二法身能够分分身出去的是讲的从体起用从法身理体里面理体里面起作用分身是起作用集会是讲这些分身通通聚集到一处在这个
品里面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的分身通通都集合为一体。那这种集会是摄用归体的。所以意思是很深可以见得地藏菩萨的威神愿力神通智慧不可思议佛在这一品里面教导我们的是学习地藏菩萨佛在这一品里面附属这个请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担起教化众生的责任教化众生必须要同众生做个好样子咁我哋呢亦都嚟学习地藏菩萨为众生做一个好榜样孝亲尊师修十善业呢个好榜样如果我哋能够咁做我哋亦都系地藏菩萨嘅分身所以要跟地藏菩萨同心同愿同行那我们来学习经文以是八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劫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都离天宫以是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正在都离天宫召开这一次地藏法会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我们前面经文看到放无量光明文出无量微妙音召集一切诸佛如来大菩萨天龙鬼神通通都来集合到法会里面咁呢陣時呢地藏菩萨嘅分身亦都通通嚟齐。有几多呢八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呢个数目字係天文数字我哋冇得计。你看阿僧祇翻译成中文就是无央数即是冇得你计数咁多的世界阿僧祇前面还要加无量无量前面还要加八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可见得这个数目字的广大超过我们凡夫思维想象你用世界上最好最快速的电子计算机来计都计不过来这么多个世界都会有地狱所有地狱处地藏菩萨是专门在地狱里面化身教化众生地狱是最苦的地方哪里最苦地藏菩萨就去哪里所以每一个地狱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分身而且这些分身亦都是无量无边
咁多嘅分身地藏菩萨，区内集在都离天宫啊，通通嚟齐啊。咁我哋会问啦，点解啲地狱会咁多啊？啊，怒梵地藏菩萨化身化咁多啊？点解呢？因为啊，世间人啊，造恶的众生好多啊！啊，点解地狱多啊？就是因为造恶业的众生多啊，所以啊，造恶唔终止嘅地狱啊，就冇办法之空啊！啊，咁我哋睇下现前嘅啲众生。确实啊，造作十恶业啊，杀生、偷盗、邪淫啊，妄语、两舌、耳语、恶口、贪嗔痴慢啊，不孝父母、不敬尊长，通通都做齐啦。所以你话地狱点可能唔多呢？啊，我哋要为众生做个好样子。首先要把自己的地狱罪业、啊、要放下、啊、对于世界世间一切法要表现出、啊、不贪、啊、不嗔不痴的样子，不贪财，不贪利，不贪名、啊，真正啊，为众生做个好样子啊，呢、这个就是学习地藏精神。好，下面经文话：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含笑放光啊，云音遍布法界啊，因此好多嘅众生啊，得到佛神力嘅加持。从四面八方来集会，这些众生啊，都是在业道啊里面啊得到解脱的。这个业道就是六道轮回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啊，他们受长劫的苦难，现在都能够得解脱，因为都是跟随地藏菩萨学习，都是学习孝亲尊师，修十善业，他们得到解脱。那华严经里面讲，所谓大心凡夫，他们虽然是凡夫，但是已经是心量广大的凡夫了。他们能够、啊、跟随地藏菩萨、啊、同来都离天宫、啊、人数也是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啊、即每一个世界里面、啊、都是千万亿、啊、不可计数那么多众生啊，地藏菩萨的学生啊，遍布法界啊，咁呢啲大心凡夫今日有缘啊，参加都离法会，非常之兴奋啊，佢哋攞住啊香同埋花啊嚟供养诸佛。供养释迦牟尼佛，亦供养在座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啊，所以他们的福报真是大。你看供佛，我们想供 一尊佛不容易，现在想供佛都供不到，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到了，我们只能供养佛像，供不到真佛。他们这些人，你看一道都来天宫，不单只能够供释迦牟尼佛，所有来齐的十方诸佛如来，通通都供养，一尊都没留，一时一处遍供诸佛。咁呢个香同花系供养嘅物品，都有表法嘅意思。香系表示正信，信心清净。花系表示咧因，表示依教奉行啊，修因正果啊。真正去依教奉行，这个是真实的供养。下面经文说，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跟随地藏菩萨来的众生都是曾经接受地藏菩萨教化的。那我们知道地藏菩萨教他们什么呢？一定是教他们孝亲尊师，一定教他学习修十善业，他们得到了不退转。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道上不退转。这句话是梵文，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即是成佛，在成佛的道路上面永不退转。为什么能够永不退转呢？因为他们修行有根有力，所谓五根五力，五根是信、尽、念、定、慧。信就是信心，信有根就产生力，信心生信力，尽是精进，有了信心之后才能够精进，尽根就生尽力，念就正念，念根生念力，定就是禅定，定根生定力，慧就是智慧，慧根生慧力。所以五根五力都能够具足，所以他能够在成佛道路上面永不退转，世出世间一切法他们都不会留恋。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心誓缘故，各获果证，既至都离，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这些大心凡夫他们过去生中都曾经流浪到六道里面，久远劫来，这个时间是漫长，漫长的时日里面
流浪生死，在生死轮回里面流浪，在六道中受苦，暂无休息，不能够有一刻的休息，冇得你唞啊！讲话呢个苦痛啊，呢种悲惨啊，从来都冇休息过啊，好可怜啊！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啊，心世缘故啊，地藏菩萨呢，以佢嘅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地藏菩萨视一切众生为一体，视一切众生为父母，所以用他广大的慈悲心，深种的誓愿力，救度这些众生，使到他们各获果证，通通都证果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咁佢哋依家嚟参加地藏法会啊，亦都系表示对地藏菩萨嘅感恩。既至都嚟啊，嚟到都嚟天啊，佢哋啊好兴奋啊，因为感恩。因为能够见到佛，能够听闻正法，心里面很欢喜，心怀踊跃。他们心里面踊跃欢喜，真是非常之难得有这样殊胜的机缘来参加这一次法会。所以地藏法会是所有法会里面最殊胜的一次。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缘一起来学习，一起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确实心怀踊跃。他们呢见到释迦牟尼佛，见到诸佛如来，瞻仰如来目不暂舍。瞻是仰视，仰是敬仰，对佛这个是天人师，智慧神通，德相圆满，所以令到这些众生目不转睛地看着，目不暂舍，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在十年前，这个1997年5月份，我当时还在美国读博士，常常都会去美国达拉斯正宗学会参加念佛。1997年5月呢，我们的师父上人净空老法师在那里主持佛七，我第一次参加他主持佛七的这个佛七，第一次能够面对面地见到他，过去都是听经这个看录像带，没有见过真人，但是呢听经多年对师父都怀着崇高的敬仰，当时我24岁，所以见到师父那时的心情确实跟这个经上讲的心怀踊跃，很兴奋，很欢喜，在那个斋堂里面师父是对着我们吃饭，他坐在那里，我们坐在后面，我一边吃
一边都目不转睛咁睇住师傅，啊，真系瞻仰如来啊，目不暂舍。啊，所以对师傅呢一种啊由衷嘅敬仰之心，啊，印光大师讲啊，一分诚敬啊，得一分利益；十方诚敬得十啊，十分诚敬啊，得十分利益。啊，凭住呢一啲啊诚敬之心啊，所以学习啊听经就自然会用心。所以啊，可以体会出当时啊来听经的这些大心凡夫啊，难得机会见到如来啊，那种啊欢欣雀跃啊那种心情啊，请看下面经文：以是世尊，书金色鼻，摩八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劫，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咁呢阵时咧，啊，世尊释迦牟尼佛化现神通，啊，张开佢嘅金色嘅鼻。啊！呢、这个手臂啊，系放金光啊，嚟摸啊，所有呢啲地藏菩萨嘅头顶啊，我哋话摸顶啊，啊，咁地藏菩萨嘅数量系八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啊，无量阿僧祇世界。他们的化身这么多，嗯，当然佛的手臂，啊，也就化现出这么多，啊，每一个分身上面都会摩顶，啊，这样摩顶是释迦牟尼佛，啊，安慰，啊，慰劳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在这么多的世界里面，尤其是去地狱最苦的地方，啊，去度化众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安抚，啊，安慰地藏菩萨，啊，说你辛苦了，啊，下面经文说：宜作是言，吾于五族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十有一二常恶习在。宜作是言，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接住啊落去讲，话我在这个五族恶世里面啊。五族前面介绍过，啊，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充满着，啊，污染，造恶的众生，啊，很多，所以叫做族恶世，啊，在这个族恶世里面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众生啊好刚强啊，好顽固啊，唔肯接受佛嘅教诲，对于善法唔肯听，啊，任住自己主观嘅意思啊嚟做恶啊，所以教化呢啲众生啊非常啊不容易，啊，但系世尊啊能行能行。啊，用正法啊调伏众生啊，用戒定慧三学啊，以戒调伏众生之身
啊，以定位调伏众生的心啊，和讲俾众生啊，四谛因缘啊，呢啲无上甚深的妙法，令心调伏啊，啊，使到佢哋能够改邪归正啊。所教化的众生里面大部分、都能够回头、十有八九、都能回头了，但十有一二、常恶习在、这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他们的恶习气、很深重、调伏不过来、仲系喺度做恶啊！做恶嘅众生将来必定受恶报啊！所以啊，呢啲众生佛好慈悲啊！啊，把呢啲众生啊，附托俾地藏菩萨啊，释迦牟尼佛将要入灭道了啊，仲谂住啊苦难的众生啊，所以啊喺兜利天宫啊正式委托地藏菩萨啊，在佛灭道之后，一直到啊弥勒菩萨啊出世呢一段时间啊，弥勒菩萨出世将会成佛啊！咁呢一大段时间里边咧，啊，系56亿7000万年嘅时间。咁地藏菩萨将会啊接住佛啊，负起教化众生嘅使命啊！咁教导呢啲恶业众生。用什么方法呢、地藏菩萨用的就是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根本法论、如果一个众生他父母不孝、不能够尊重师长，这种人菩萨佛嚟到佢都动唔掂啊，所以地藏菩萨要从根本上面啊嚟教化佢啊，增长佢嘅善根啊，使到佢嘅善根将来有一日啊能够得以成熟。下边经文话啊，都系释迦牟尼佛啊接住嚟讲。亦分身千百亿，广切方便，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种，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各差别，分身道团。这里讲五亿分身，千百亿，是讲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一样，亦都是分身千百亿，广切方便，用最合适的方法来教导、不同根性的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教导他们的方法、也不同。那这里佛跟我们讲了四种根性、第一种是或有利根，闻即信受，这一种众生是利根的、根性好利，
听到佛法之后，当即能够相信，当即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这个闻就是接触，一接触到正法，他就能够开悟，开悟之后自然能够修行。所以闻思修三学是一次完成的，他没有次第。这种人是上上根人，佛在世的时候以及正法时期，佛灭道之后一千年为之正法时期，这些众生很多，离根人很多。第二种根器，或有善果，勤劝成就。这种根性呢是钝根人，不是利根，但是他们善根也是很深厚，听见佛法之后能够不断地去增长信愿行。所以闻思修虽然不能够一次完成，但是他可以渐进式的，所以这些是钝根人，通过勤勉的努力亦都可以成就。在佛的象法时期，这些人很多。第三种根性人呢，或有暗钝九化方归。这种根性是很暗钝，暗就是没有智慧，钝就是根性很钝，接受能力很慢，所以他的觉悟是很长久的，但是佛并没有舍弃这种人，用长时间去教化他们，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分修。这种人因为根性暗钝，不可以学很多，学不过来，一定要一门深入，用长时间才能够得到觉悟，才能够成就。在末法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大部分众生都是这种根性，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自己想想，确实我的根性暗钝，学佛听经都十几年，但是真正那些毛病习气还有一大堆，还未能够彻底觉悟，彻底回头，所以佛的经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懂得，但是呢在依教奉行方面打了很多折扣，所以一定要用长时间，一门深入，长时分修才有可能成就。我们所行的是现在的因缘很殊胜，跟着我们师父上人学习，只要能够定下心来，师父说十年寒窗真正可以有这种耐性，最后一定可以成就九化方归。第四类根性的人就更差，
或有业众啊，不生敬仰啊，呢种人业障深重啊，对于佛法佢冇敬仰之心，当然就唔可能会依教奉行啦。啊，依家啲人讲起佛教话系迷信啊，佢唔会敬仰啊。呢一种人，佢嘅因缘啊，仲未成熟啊，啊，要等到将来啊成熟咗之后啊，先能够回头。咁我哋唔好讲人哋啦，啊，唔信佛嗰啲人，我哋唔好讲啦，啊，就系讲我哋信佛嘅，啊，亦都打咗皈依啦。啊，甚至受咗五戒啦，啊，攞咗个宝啦，啊，嗰个皈依证啊，啊，攞咗啦，有冇真正对佛生起敬仰之心呢？如果真正对佛敬仰，啊，我哋就会依教奉行啦，啊，对佛菩萨每日仲顶礼膜拜，啊，甚至攞啲香蕉、水果、鲜花嚟供养。佛的教导一点都听不进去，啊，佛教我们不要贪，啊，不要亲，啊，不要发脾气，不要闹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就叫做或有业众，啊，不生敬仰，啊，所以，啊，读经，啊，要常常观照自己，看我自己有没有犯经上所讲的。咁呢一啲众生啊，啊，各各差别啊，佢哋根性啊不同啊，分身道脱，佛道化佢哋啊，业障再重啊，业障再重唔紧要，只要我哋能够啊老老实实信佛嘅说话，信心不动摇啊。能够，啊，努力去做，啊，去依教奉行，啊，一定可以得到道脱的，啊，譬如说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佛要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啊，净土能够到我们，啊，我们要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啊，求生极乐世界，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就信得过。业障再重，啊，再没有智慧，我们就只要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必定能够度脱，啊，到了极乐世界，啊，就不退成佛了，啊，那就不是下根了，啊，一下子就超到上上根人了，啊，变成利根了，所以根性啊并不一定，随着我哋修行，我哋可以提升嘅。啊，好，请睇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源、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道脱。或现天帝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以而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呢度讲嘅系啊，佛啊，对于不同根性嘅众生啊，化无量种身啊嚟教化佢哋啊，所谓应以什么身得道啊，
就现什么身以为说法。所以化身都不一定，目标就是为了觉悟众生。所以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这个是以人身的形体去现身。好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是以人身为我们示现成佛，教导我们。咁佛菩萨喺呢个世间啊，化身啊，系无量无边嘅。我哋肉眼凡夫啊，睇唔出嚟咋。其实啊，各行各业啊，凡夫走卒，男女老幼，都可能有佛菩萨嘅现身。因此我哋啊，要尊敬一切人啊。你对某一个人不尊敬，说不定那个人就是佛菩萨。这里是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有尊敬之心，如同尊敬佛菩萨一样。不可以有功高我慢的这些习气，这些烦恼。下面讲的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这里讲的天龙鬼神不是人道，是天道。龙是畜生道，鬼神全是饿鬼道。所以六道里面都会有佛的化身。这些是讲有情的生命，还有无情的生命，或现山林、川源、河池、泉井，这个是以无情物来现身的。不是动物，是这些山林、河流、平原、池水、井水、清泉等等，山河大地、一花一草，通通都可能是佛菩萨的化现。化现出来是为了利及于人，使到众生能够开悟，释迦道脱，得到了解脱。所以我们看过去禅宗的公案里面，很多祖师大德都是看自然界的这些落花流水能开悟的。咁呢啲落花流水系众生开悟嘅因缘，都系佛菩萨嘅示现嚟嘅。即使系冇学佛嘅人，佢哋譬如好中意去游山玩水，领略大自然嘅嗰种风貌。当他在一个幽静的森林里面静坐，看到这种秀美的景色，可能突然间有所感悟，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的。所以佛菩萨是无处不现身，都是为了度脱众生。下面还继续讲了，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这个是示现上天上，
天帝就是都利天主。我们很多宗教里面认为上帝，中国古时候讲的玉皇大帝就是天帝，他是谁呢？都利天主。咁梵王系初禅天上面嘅大梵王，天帝系都利天，仲系欲界里边嘅。梵王已经超出咗欲界啦，佢已经可以控制，可以放下，五欲，冇欲望，财色名食睡嘅欲望放下，可以升禅天。这个是色界天。咁从呢度我哋可以睇出，佛菩萨喺天上面都会化身，化身为上帝，化身为真主。咁所以我哋对其他嘅宗教都要礼敬，知道佢哋所敬重嘅上帝亦都是佛菩萨。我们的师父曾经一次去到新加坡，应邀参观访问一个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当时我有幸都随从跟住。师父带着我们在清真寺里面，向着他们祈祷堂里面真主的座位，因为伊斯兰教他们真主不画那些像，就向着真主的位置顶礼。所以呢，那些伊斯兰教徒见到我们这样的举动，都非常之敬佩，非常之感动。师父跟我说，其实我拜真主和拜佛是没有两样，把他们的真主上帝就看成我们自己的佛，佛菩萨现身嘛。但经文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腹部很大，他是人道里面福报最大的，他在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他才出世。转轮王呢有三十二相，他的兵器是一个轮，这个轮可以降伏四方，亦都是他的飞行工具。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么多年来有时都会听见，看到一些报道说发现飞碟，所谓不明飞行物，UFO， 那些呢是不是就是转轮王的飞行器呢？我们不敢说，有可能，如果不是转轮王亲自来视察，可能他是派遣他的使节，他的大使来到我们地球上面来视察，这个地球也是他统领的区域之一。或现居士身，这个是居住在家里面修行的，不一定是佛教徒，其他宗教里面的只要居家修行的清士，都可以叫做居士。或现鬼这个国王身，或现宰辅身，或现官属身，这个就是讲一个国家里面的领袖统治者，古时候皇帝，现在是总统，国家主席，国王还有宰辅是大臣，辅助国王治理天下的，好像总理
部长，古时候的宰相，还有是官属身，我们说公务员，政府公务员，通通都是可能是佛菩萨的化身，他们化现这个身教化人民，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个是学法的人，比丘是出家男众，比丘尼是出家女众，优婆塞是在家受三皈五戒的男众，优婆夷是在家女众，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小乘的声闻阿罗汉、辟支佛是圆觉，大乘的菩萨都是佛化身，以而化道，非但佛身独现其前，不单止是仅以佛身来教化众生。与观旅劫勤苦，道脱如是等难化刚强众生。这个是对着地藏菩萨讲，说你看看我旅劫以来，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中为众生能够舍头目手足，一切都可以舍，勤苦修行来道脱这些难化刚强的罪苦众生，很难教化，很刚强，造作罪业受苦报，这些众生佛道法的对象。现在的时间到了，我们呢这一段还没讲完，下一次呢我们下个礼拜二就继续同大家用粤语来报告，多谢大家。